上，嗯，我觉得我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好。语言表达不是很好？对啊，我想就是提升一下。我每次那个语言组织都感觉就一听就是没有，就是一点内涵都没有。多看书吧。你有书吗？我倒知道有几本是关于说话什么之类的书，可以给你推荐一下。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。现在吗？对啊，说走就走，来吧，走，那就去吧。真的啊？有用吗？是吧？有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经常看书。我那个还没生孩子那会儿上班，然后每天早上看一个小时的书。董卿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会看一个小时的书吗？哦，你要知道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走吧，走吧。那行了，那就直接出门了。这是我的口罩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。应该不远吧，酒店。不远不远，骑车几分钟就到了。那走吧。我把它帮你抬了一下啊。啊。我觉得你这样扎头发更好看。啊？对，因为要戴头盔，显得好酷啊！特别是这里有一揪刘海这样飘的，再来个墨镜。对，应该换辆摩托车。你是不是不扎会更好看、啊？不，还是扎起来吧。我刚刚那一幕删掉了，我刚什么都没说。哎，留一半挺好看的，对，就这样挺好看。好酷啊，这样。对，应该会让进书店吧，这个样。你这么说，我有点担心。没事没事，可以的。哎呀，背上这头盔简直是标配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好，小姐，您的外卖到了，签收一下。来，给我背。热闹啊，好像办酒席一样。哎，这头盔，你为什么在照我的头盔？那我来照下你的帅气的容颜。我看不到。我想起一个广告，我不知道你记得没？什么广告？就是很久之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，他说那什么，看前面的帅哥清新亮丽，看帅哥的发型。好像有点印象。完了，那暴露年代了，是我们那个年代看的广告。走吧。哇，苏宁易购也在这里啊。是啊。那么要买什么家电啊，可以看看。我喜欢书店就在楼上。哦，在苏宁易购楼上。嗯。那我们要买什么家电啊？头盔。你头盔。差点都忘了。你是要戴头盔进去干嘛呀？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很容易忘记的。进去，人家不知道的，以为你进去挑车了。不是，我怕人家以为我是抢劫。抢劫？戴个头盔是不是简单了一点？会会会，还差个丝袜。那我先去四楼看一下有没有丝袜。待会你拿起就跑啊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掩护。好的。都是书，有点眼花。你看这个吧，我给你推荐这个书。哇，你是不是经常过来？你这样子不太好吧？你这样，你看好多书啊，你可以先逛一会儿。你看什么类的，上面都写了。我要先买我自己用的那个教科书。哦。我要先买一些教辅。好。你可以随便逛逛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吧。这边好像都是小说呀，名著作品。我看到了社交处事的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书吧。我来好好看一下。啊，高情商谈判，我觉得还有心理学沟通技巧，哇，都是一些就是好像提升口才的。
看你现在的表情吧，这说明好像跟我的需求好像不太搭，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像这个表达力啊，还有什么跟谁都能聊得来，沟通力这种，好像这种说明更符合我的需求，但是不知道它里面的内容怎么样，先看一下吧。这个好像是不需要，它是好像真的是表情包的。看一下这个，跟谁都能聊得来，这本书感觉好像是我的需要的一本书。它这本书是传授打破沉默的聊天方法，我好像不需要吧。我觉得我点子挺厚的，我不会沉默。我感觉我跟谁都能聊得来，就只是语言组织能力不太好。这个表达力它的书还没有开封，看一下其他的吧。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语言表达的艺术，这个应该可以教你简单有效的说话方法。用通俗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，分析不会说话的原因，对症下药，同时教你学会如何说出中听漂亮得体的话。这本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感觉也不知道它里面的内容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目录吧，好像可以。有话不再多而再精，这是我需要的。先留着这一本，看一下其他的。你在看什么书？我在看这个语言表达艺术，我感觉好像就是他的那些目录啊，还有就是他这本书的简介，感觉都挺符合的。但是我看了内容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看不懂，就还是我觉得这些我都会了，就感觉好像不太需要，我想更深奥一点点的。哦，我相信你，要不你给我推荐吧。那也行，刚好我的书也挑完了，那我帮你挑一下。好，那走。演讲口才呢？不好意思，太冷。这边我是不好意思。还有一个我刚刚看到的，TED 是什么意思 ？TED 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讲节目，里面人都很能说。是这本书。是这个演讲的。这个不用了，这 TED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。我觉得我先选一本 level 很高的一个。那我觉得这些我都不需要的。你可以看一看啊，高情商它也是一个心理战术，也是说话的。那我没有不好意思啊。我真不好意思害了你。不，有的事情就是不好意思让你事儿，不是也是就是勇于表达，有的东西你不敢去表达。这样子。你别看这个名字就这样子，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一本书一个名字能概括的。那好吧，那就买这三本。可以啊，我本来只想买一本。可以多看一下。其实我还是那个推荐一本那个心理的，但是好像这里没有那本书。这样。没事，以后看到我再给你。我先把这些看完。先把这个看完。一层一层的打破自己。对。突破自己可以啊，然后我就买这些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我们现在排队买单，买完单我们就回去了。哇塞！慢点！哇，玉米怎么卖呀？玉米这种10块钱四个。10块钱四个。那我们市场呢？那个呢？这个五个，这个10块钱五个。这是白的吗？那是。这种这样糯米的。哦，糯米的。10块钱四个啊。五个，这种是五个。哦，五个。4块钱这种，4个。那帮我拿回去吧。现在国家提倡地摊经济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摆地摊的，这样我觉得也是就是非常亲民的一个行为啊，就看起来好热闹。而且确实这些地摊的，就是摆地摊的，确实要比市场啊或者是超市里便宜。我跟嫂子现在买点菜回去，刚好路过碰到了，好晒呀、啊。
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遮阳神器，哇，好凉快！你确定你要戴这个绿帽子吗？啊，我都没注意这个颜色，还是摘下来吧，摘下来，摘下来，收着吧。好好享受一下夕阳吧，你看多美呀、啊！对啊，好漂亮。哇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你看真的不见了。买了好多菜，哇，好重啊！加上一个盆，来装上，装进来吧。放在你绿帽子里。